大家好，我叫做张华生，那是服务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桥分局侦查队。会选择高建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年我是陪着单位上的学长去考试，后来他有跟我说他有上这个高建的考差班课程，我参考了之后我觉得还不错，那上课整个流畅度啊，还有老师整个整体上课给我的感觉都很不错，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购买了高建的这个课程。我最想要感谢的老师是张志浩老师还有这个上国文课的莫白老师。那张志浩老师是上这个刑法的课程除了对于这个考试的方面那老师都会一步一步的带你去看以外，他对于实务的运作也非常的有帮助啊。就在我外勤单位我自己上来，我是觉得让我的工作上有如虎添翼的感觉。那个国文课的老师这个莫白老师上课的方式就非常的幽默风趣啊。那有时候这个下班很累的时候，听一下莫白老师上的课，也可以这个有助于这个身心放松的这个感觉。在警专无论你成绩好或是坏，你都不要这个妄自菲薄。